张老师的情况，他原来是这个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那么现在呢是中国工人网的主编，那么长期以来呢，他非常关注中国工人阶级的状态，非常关注这个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那么在这方面呢有深刻的研究，那么我们相信呢，张老师今天呢会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深刻的讲座，他今天演讲的题目呢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命运，六十年的变迁，下面就让我们欢迎张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给工人们进行一些交流。我个人呢对这个问题呢，谈不上很好的研究，就是在近十多年呢，跑了一些地方，比较关注工人问题。后来呢，我们也跟一些这个青年志愿者一起办了一个工人网站，所以可能了解一些。交多的了解一些关于工人的信息，是吧？信息。下面我再做的可能有对工人问题本身可能也有工人，是吧？对工人问题更熟悉。我今天呢是这样，算抛砖引玉，是吧？抛砖引玉，我呢用大约一个小时时间呢，把这个中国工人六十年的这个状况做一个大致的一个素描和勾勒，是吧？同时呢，我想在讲这个过程中。我会表明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啊，那么回头可能会有点时间，我们进行一些交流啊，交流。到时候呢，我也想可以跟在座的一个问题，可以交流一下，研讨几个问题。现在要把中国工人阶级六十年的整个问题要说清楚啊，确实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呢，在左派队伍中，能够很好的研究工人的人还不多啊，所以这样的话，一些资料史料呢，也不是很充分啊，所以呢，我今天呢谈这个问题啊，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啊，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呢，大家可以尽管提出批评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网站上的题目是中建国以来六十年是吧？劳动者的地位的变迁这样的一个题目啊。那么我主要是用中间劳动者的一个阶级啊，大家知道劳动者的农民阶级也是劳动者阶级啊，我主要用农民阶级来说这个事。那么如果说我们先简单的素描一下我们六十年来中国工人阶级地位变迁是个什么样的途径呢，我试着用数学坐标说一下啊，描述一下看大家怎么样。假如说我们以这个纵轴为劳动者的一个地位啊，以横轴为资本是吧，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来这六十年的变迁是一个正态分布是吧，正态分布。在前三十年随着资本这个东西的量的在我国的减少，那么我们的这个劳动者的地位是个上升过程啊，那就叫正态分布是这个样是吧，正态分布是这样是个上升过程是吧，上升到最高点应该是这个改革开放时期，那么随着资本的量的增长，是吧？城乡资本量的扩张，是吧？劳动者地位是一个下滑过程，啊，所以我把它简单是描绘成一个正态分布，是吧？正态分布，这是我的一个总的一个看法。那么今天要说中国工人阶级，我认为呢，中国的工人阶级它有这么几个独有的一些特征。都有一些特征，这个独有的特征呢，应该说是主要区别于外国的
工人阶级队伍的。我认为第一个呢，这是事实，也是我认为，就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呢的产生呀，这个要比中国的资产阶级要早。哎，毛主席也说过，我们中国的工人阶级呢要比这个中国的资产阶级资格要好啊。他还有一个特征呢，他一登上政治舞台呢，他就产生了自己的政党。一登上政治舞台，参与政治，那么，不是说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在政治上有所表现，就马上会产生自己的政党，不完全是这样。但是中国共产党是这样，是吧？大家知道，这个五四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历史上第一次政治上的亮相，是吧？紧接着，那么21年，他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就建立起来了。而且，这共产党建立起来以后，还夺得了国家政权，还获得了国家政权啊！我便知道，其他国家有了共产党，未必能获得政权。我们中国的工人阶级政党有这个特征。另外一个特征呢，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啊，是这个总体上啊，是我用20-30年来说的。前30年，后30年，是吧？那么前30年呢？我认为是中国工人阶级一个潜能的一个发挥。它有多大潜能？这30年啊，在毛泽东时代这30年，这个最充分的发挥，是吧？就像我们一个个人一样，是吧？我们有多大能耐？我们经过一次的，是吧？做一件事情。或者比方说考一次试等等，我们就会认识到我们自己有多大能力、能量和能力。我们的中国工人阶级在这30年，充分认识到自己有多大的潜能啊！美国的工人阶级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对吧？他在资本压迫下的雇佣工人，是吧？也就是30年，我们工人阶级这个发挥了自己的潜能，找到了自己的自信。那么大家呢，可能今天看见我们的工人阶级有略微的同情感，是吧？都同情，哎呀，说怎么怎么的。我想我们还是辩证的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只有前30年的自信啊，潜能的认识，对自己潜能的认识，而没有后30年对资本的深刻的认识，我想这个阶级的意识、思想意识还不算完整，还不算完整啊。这30年，中国的工人阶级对资本的认识是深刻的，是深刻的。这样通过正反各30年的教育啊，形成了我们中国工人阶级比较完整的阶级意识。这个意识就是说，对这个阶级他所要争取的社会制度的认识，他们争取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对另外一个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认识，是吧？好坏他是完全能分得清楚的。比方说我们去跟一些老工人交谈的时候，他很明确的会分出这两分清楚。那么由于有这个特点，那么这就铸就了中国工人阶级啊，成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革命阶级啊。我把它叫最先进的革命阶级，我是有研根据的。我跟一些英国的、欧洲的，包括咱们东亚韩国的、台湾的等等的一些研究劳工的人进行过对比性研究，不是很科学严谨的啊。我们通过各种交谈，那么他们也承认中国的工人阶级意识是世界一流的啊。我们再看苏联啊，再看苏联。第三，我们再看苏联啊。60年前，我们有800万啊，我们的中国工人阶级有800万。60年以后呢？今天呢？保守的估计应该在3亿，应该是增长了40倍，而且这么一个群体呢，这是在世界上数量最大、人数也最集中的一个工人阶级群体。这是我个人，我总结，我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有这么3个特征。那么我把这个60年分为前30年、后30年来讲一下啊，讲一下我的看法。
大家不要认为就是啊，一说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就是自来红，不完全是这样的。什么事物发展它都有一个变化过程，是吧？变化过程。那么中国的工人阶级由一种自在的阶级到自为阶级，这个转化是有一个过程，它与生产实践活动是有关系的，不是说49年一解放，中国工人阶级都已经这个已经有完整的工人阶级意识。我当时把这前30年分为过渡时期大概7年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20年啊，后来在1977年到1979年大概3年的过渡期啊，过渡时期3年大概30年啊。我们先说一下过渡时期7年啊，过渡时期7年。说这个问题之前呢，可能有一个问题一直大家争议的比较多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规定国家政权性质规定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那么无论是我们无论是右派还是我们一部分左派的同志，右派是明说的，那么我们这左派同志呢也有下面有些嘀咕，就是说觉得这个确立工人阶级领导啊是政治统治的需要，是共产党政治统治的需要，有这么一个问题，是吧？我就这个问题谈谈我个人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们党的内部啊就有一些争论什么呢？就是党的工作由农村转入城市以后啊，那么究竟依靠什么力量的问题啊？我们是通过土地革命，依靠农民战争，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战争获得的政权。那么现在要进入城市，依靠谁的问题啊？来管理城市，来恢复发展。恢复和发展生产啊，那么当时呢，在党内呢，普遍存在着一种看不起工人的思想，认为工人对革命没有贡献，是吧？人数又少，是吧？思想又比较落后，是吧？散兵游勇，无什么组织，是吧？而且意见还多，还不好管，是吧？这样。那么把工人吸收进工会啊，吸收入党这个问题啊，总是存在着一种官本主义倾向。针对这种情况呢，毛泽东呢，可以说叫一锤定音啊。他说我们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这方面来，这就是毛泽东的对这个未来社会结构的一个政治结构的一个基本的看。那么大家请注意，这个时候毛泽东提的可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啊，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在这个时候没有明确提出工人阶级领导。那么这个问题呢，实质上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共产党性质，为什么必须是依靠工人阶级呢？大家知道，共产党的性质。是马列主义理论做指导的，是吧？同时他的方向是要搞社会主义的，那他不是单纯搞一个民主革命就停滞不前。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工人阶级队伍的状况啊，当时工人阶级队伍状况这个应该还是一个叫自在阶级啊，还没有成为自为阶级。那么这个时候让这个阶级领导国家的建设，领导国家政权是两肋起难啊。这是一个事实啊，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在后来呢，我们的宪法规定上就是工人阶级领导得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后面有个括号，通过共产党。1949年，到这个56年，800万工人增长到多少了？增长到4600万。
中国这个五彩阶级获得政权以后，首先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工业化的问题，工业化的问题。所以就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这个工人阶级队伍大量增长。我说在这儿，我要提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工人阶级，就是老工人阶级，大部分是来自于农民的，是吧？来自于农民。现在呢，一些人制造这个老工人和新工人，或者是农民工之间的分裂状态，大家要清楚，我们的这个老工人都是来自于农民啊。说应该说建国时候的工人大部分是第一代农民工啊，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本质上是没有对立关系啊，只不过现在被人通过这种方式啊，有意识进行分裂啊，这是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一种做法。那么在这七年中，过渡时期中，经历了同党的一个磨合期啊，同共产党的一个磨合期。那么我认为他是从一个感恩到服从，到与我们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之间产生的矛盾啊，尤其是建国初期照搬苏联一党制模式啊，跟工人就是共产党与工人之间不再发生摩擦。大家知道56年发生了罢工，工人罢工是吧？这个时候毛泽东就不断地批评党的一些干部，是吧？就是搞这个苏联的一党制，是吧？首长制。从而那个时候就提出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度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当时雏形就从这时开始。也是因为56年工人罢工，大家可能也很熟悉，毛主席在这个时候有个说法。对这个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有个说法，对吧？他没有去怪我们群众罢工，而是主要怪党的这个作风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五六年级到57年的反右运动，不是反右运动，叫整风运动，是吧？整风运动逐渐转化为叫反右运动，是吧？那么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通过几件重大历史事件，就是中国工人呢，在对待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们是怎么认识这个重大事件的？我们通过这个来观察一下工人的意识的变化。大家知道，57年的整风运动是党的整风运动啊，党邀请应该说是邀请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监督共产党整风，这是大家都熟悉，是吧？为什么邀请知识分子呢？当时的现实就是，我们的工人，当然包括我们的农民，是吧？不敢对他的干部，提出意见，不敢提出意见。那么这就要求啊，这个知识分子啊，来监督共产党啊，或者说这个帮助他，不叫监督，帮助共产党来整风。当然后来发展成为反右运动。后来怎么发展成反右运动的呢？在整风的过程中，大家可能都很熟悉，毛泽东说他们说的话90%都是对的，这党的干部都要忍着性子听。主要整三风嘛，这三风就是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有了官僚主义的、主观主义的、宗派主义的这样的几三风，是吧？实际上，比方说王绍光教授就谈到说，实际上呢，共产党在这个阶段就出现新的，就五彩阶级队伍中出现新的精英阶层，出现精英阶层。那么共产党采取的办法就是通过整风的办法，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时候的57年的知识分子是哪里来的？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是吧？我们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还年纪还小，是吧？那么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主要还是旧社会培养，那么他必然带有这个旧社会的可能遗留思想，所以在监督整风运动的过程中，那右派，我把它叫右派开始犯右派右之弊，是吧？右派事实上是我们党的一些官僚很头疼了，是吧？很头疼了，但是他们开始犯他右派右之弊，
这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说轮流坐庄，提出轮流坐庄。在他们认为这个我们的无产阶级都是泥腿子，对吧？没有受到什么良好的教育，对吧？没有受到什么良好教育，国家机器又是很复杂的玩意儿，需要专家来治理，是吧？所以呢，就是提出来让这个无产阶级呢去学习去修改，这个政权由他们来管理，是吧？这实际上就是个轮流坐庄。那后来情况大家都知道，是吧？那么我们来看，就是当时啊，一个美国人，他就在中国，叫李登北，他对当时的一个观感，他这么描述的，就是当这些知识分子，就学生、公务员、作家、什么教授，雄起来抗议的时候啊，其他人缩在一旁观看，缩在其他老百姓。那么对大部分北京市民来说呢，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为了争取学术自由。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的，不知道感恩的，扯着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握权，他们就会丧失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1天8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这就是当时我们工人对这种反映运动的一个基本看法。那么当时有些教授在报纸上发表一些言论的时候，还必须有公安来保护他那么担心这个被愤怒的工人冲进他家里进行攻击印刷厂的工人拒绝印刷他们的资料拒绝印刷他们的资料李登北的这个岳母是北京人，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他干脆就是把这个知识分子干脆叫成是说的这些话就叫着镜子放屁。当时北京大学有个广场刊物他们去到这个北京第一印刷厂去广场校印的时候，被工人团团包围这个批评这个批判他们说写的东西竟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拒绝排印。那这就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当时的我们的工人这个是对知识分子对这样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的攻击是表示不满的不满的。我们再看看紧接着后面的58年大跃进，大跃进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典型的事件，也是呢这个右派经常攻击左派的东西实际上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大跃进，所谓这个15年这个赶英超美呢，超英赶美呢，主要是指的钢材量，是吧？那么右派他现在隐去这些东西不说，说以为呢用15年时间让一个中国要这个超过英国，是吧？要赶上美国，是吧？实际上指的主要是钢材量，就是指的钢材量。大家知道钢。大跃进时候，钢和粮棉是很重要的两个东西这个钢代表什么呢？代表着国家的这个强大，是吧？粮棉代表着民众的富足，是吧？这是两个最基础的东西，一个是重工业的基础，一个是轻工业的基础。那么58年当时的钢产量是1070万吨，这么一个指标，这个指标现在。一个咱们国内的一个中型钢厂都可以达到在当时呢是很困难的当时这个1070意义重大。那么也有人说，这个钢材料当年就实现达到这个指标了，那么蒋介石基本上不考虑这个反攻大陆的问题但是只要有了钢，我们的军事力量就可以增长，是吧？同时呢，通过实现这个钢的数量，对中国的中国全国人民，都是极大的鼓舞，都在自信心上的增长是不可估量的大家知道，这个钢材料不是完全由工人完成，还有农民。那么现在我们更多的途径经常会出来一个这个土法炼钢这样的东西，是吧？这是被今天的
媒体啊什么东西所嘲笑的一种东西。实际上大家知道，就是这个钢指标案不根本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定下来的，是吧？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薄一波的回忆录，是吧？包括有他自己本身的参与啊。这个投放链路怎么出来的？就是1958年7月底啊，钢产量才380万吨，距离1070万吨啊还很远，都到七月份了，半年都过了。那么这就着急了，那么最后说可能完不成。毛泽东说，即便这个事情已经话说出去了，是吧？这个苏联赫鲁晓夫他们那也等着看我们的笑话，全世界资产阶级都在看我们的笑话，都说了肯定的话，我们是达不到的。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已经说出来，我们必须完成啊，必须完成。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会议上，程勇就建议了土法炼钢。程勇当时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在这个东北，是吧？这个就用土法炼钢的办法解决了钢原料的问题，所以他就提出土法炼钢啊。这样毛泽东就倡导大搞群众运动啊，大搞群众运动，全党全民办钢铁啊，到最终完成了这个指标啊，最终完成了这个指标。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呢，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精英对他的蔑视。实际上呢，这一次钢产量目标的达到是一场走的群众路线的结果啊。大家知道精英是很蔑视群众路线的，是吧？精英可能理解的钢材料就是到美国钢厂或者欧洲的钢厂那个科学管理里面炼出的钢才是认为是真正的钢，是吧？老百姓土法炼出来这种钢都是令人可笑的钢，是吧？我认为这个里面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而实际上大跃进这次运动呢，是一个第一次群众路线的一次尝试啊，一次尝试。而且它的重要意义，通过这种群众运动大搞生产，解放了劳动，尤其要提到妇女的解放，尤其是妇女的解放。今年在8月份呢，北京的新京报、报道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大炼钢铁那年我撑起了半边天》。访问的时候，我们北京市啊一个女工啊，姓韩，今年76岁了，当年58年她25岁，当年她就是一个三个孩子家庭妇女。他说他整天就是围着孩子和锅头转。58年这一年，他参加了工作，啊，报了扫盲识字班。他最后啊，把自家的门锁都拿去练了钢，啊。后来他的孩子问他，说是你可笑吗？你把咱们家里的锁子门锁拿去练了钢，那小偷怎么办？他回答也很简单，是那个时候，就不用锁，锁子没有用了。是吧？所以就因为我们都有竞争嘛，互相各炼钢小组里面互相竞争，看谁炼的钢多，所以都把自己的家里的那个没用的、差不多没用的钢铁都拿过去，是吧？然后就炼了钢。这个他就说，我们那个时候没日没夜炼钢，你看他这个时候表现他一种观点，就是我们就是要让外国人知道中国人也不是好惹的。你看，这是一个劳动，一个妇女，一个家庭妇女，他会能产生这样的一种意识啊，这是不是真正的爱国意识，是吧？实实在在的爱国意识。现在当然钢材量咱们在中国已经这个过剩的很厉害。如果哪一天真有大炼钢铁，我估计大家的防盗门现在很多，是吧？家里防盗门都会拆了把它炼钢，是吧？那么我这里面尤其提出来，因为他这个妇女采访的是他真实的报道，是今天的《新京报》做的报道。他当时提到这么一个事，58年啊，妇女解放这个口号呢刚刚提出来，刚刚提出来。但是他说外面的世界还是男人的世界，偶尔有个妇女骑着自行车去上班，街上的人都会投入异样的目光。大家是不是不可想象？那新中国成立快10年了，一个妇女骑着自行车街上走，都能觉得很惊奇，这就表明了当时的妇女解放啊，还是层面还很低，还很低。这个叫韩玉珠呢，他认为啊，大炼钢铁改变了这一切，改变了人这些观念啊，男女都去炼钢，都参加劳动，自然没有人竖脚互相说了，
也不担心别人怎么看自己，哎，在劳动中啊，把大家地位发生了变化啊。他说了，炼钢让他走出了家门，不再围着锅台转了，他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这都是他的原话。从此以后啊，家里不再是丈夫一个人担任，是吧？当然也不能一个丈夫说了算，对不对？啊，他说他算撑起了这个家庭的半边天。这报道总还说呢，还引用他的话说呢，他说他在劳动中啊，体会到了什么叫平等，很重要，是吧？所以啊，我认为大跃进啊，值得歌颂的地方很多，是吧？尤其我们的工人阶级啊，没必要因为这个一些右派歪曲历史啊，使我们感觉到我们大炼了钢铁而感到自卑，是吧？有了58年的大跃进，使劳动人民迸发出冲天的干劲和精神啊，最后才产生了就是60年啊，明年就是鞍钢宪法的50周年。60年产生了鞍钢宪法，鞍钢宪法不是毛泽东发明的啊，是毛泽东起的名字啊，因为呢，这个苏联呢有一个叫马钢宪法啊，就是一党制啊，实际上是军队管理啊，毛泽东不欣赏这种管理制度，所以他把它命名为鞍钢宪法。那么正因为就是有了大跃进这个基础，那么才有了鞍钢宪法这个东西产生。大家知道鞍钢宪法呢是吧？我个人认为啊，我还没见到别人提出这个结论啊。我跟韩国一个大学的课题组研究过鞍钢宪法，这个包括美国的人也在研究鞍钢宪法，左翼的啊。那么它实际上是迄今为止最有利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企业管理制度，鞍钢宪法。那么它实际上就是坚持政治挂帅，是吧？开展技术革命，是吧？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餐一改三结合，是吧？这个大家有机会可以问一些老工人，问问他们，包括一些老干部，两餐一改三结合他们的体会啊，体会都很深刻。那么后期呢，在这个搞这个整顿调整过程中啊，把这个鞍钢宪法这个就是70年代出后期呢，官僚主义化、形式化，这就不多说了。所以我认为这个鞍钢宪法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当之无愧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创造的，毛泽东命名的，这是我们工人阶级做的又一个一大成就。我们再看1966年啊，文化大革命。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啊，也经常看到把文化大革命说的起了一片，是吧？实际上，那么这个包括国际的研究上，真正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他的研究啊，就对工人阶级而言，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工人阶级进行自我组织的最大规模、最彻底的一尝试。大家不要一说，哎呀，这文化大革命有两派了，怎么不好了，是吧？打打架没什么不好，是不是？是吧？没有千篇一律的东西。你只要我们的工人阶级当时为什么可能分为所谓保守派、造反派呢？它有历史原因。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保守，所谓的保守派啊，今天讲这个词不大合适了。所谓的保守派呢，大部分呢，相当一部分都是老工人，旧社会过来的老工人，还有劳模这样的人。他们当时思想认识就是说，那对共产党是非常的崇拜和崇敬，感恩心极甚啊，因为呢。他们在解放前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农民工这样过了这样的日子，那么当共产党建立了政权以后，他们可以说这个幸福的劳动者啊，说这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对党的崇拜崇敬啊无以复加啊。所以在文革中间当提出了说提开党委闹革命的时候，那么我们很多的工人自然想不通啊，自然想中国共产党多么厉害，改变了一个旧社会，对不对？是吧？建立了一个新中国，这么了不起一个党，怎么会有错呢？是吧？我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有这样的认识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同时，他们也认为呢，我们的工人呢，就是干活，是吧？我们就是干活做贡献，还养家糊口，我们何谈会管理啊？是吧？
我们和他也管，就是他没有管理的自信。那么同样的，另外一批工人呢，通过毛泽东的这个鼓励吧，鼓舞吧，以及我们的这个大学生，是吧？大学生跟工人之间的变动，那么提升了工人的认识水平。这个认识水平什么东西呢？工人可以当家做主，哎，可以管理生产，可以管理国家，哎，那么一部分工人就产生了这一种自信，啊，这样在工人中间就产生了这样的不同的认识，尤其是对党和党的干部的不同认识，啊，这个就形成两派斗争，是吧？等等，是吧？这个太复杂，我就不多说了，是吧？就是总的来说，我可以做个结论，是吧？你想想，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个人谁都可以建立组织，是吧？就可以建立组织，那种自由度之高，是吧？前所未有，那不知道比西方的民主高到哪里去，是吧？那是真正的大民主，是吧？所以呢，应该认识到文革期间主要是三年，对我们工人阶级进行自组织的锻炼呢，有很大的意义。这种意义同时表现在今天都有表现，比方说今天工会被控制了以后，啊，我们的工人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利，他们进行自我组织，我们实际上现在很多的国有企业的工人进行护厂斗争的组织，都完全是工人自我组织起来，自发组织起来的，这个就是说我提这么一个个人看法啊，提个人看法。那么我们再说一说，到了文革1969年，毛泽东提出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什么样的？50天，然后这红卫兵，对吧？等等，最后到1969年，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有人说毛泽东对文革又收拾不住了，又开始用政治上糊弄工人了，叫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吧？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是吧？我们还是这个，我谈谈我个人的认识啊。那么实际上从1949年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1956年政治改造完成，我们当时主要目标除了现实中的工业化的目标以外，在政治上主要要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主要要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实际上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试图达到的一个目标，只有工人阶级领导这个国家，那么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保障。如果被其他阶级或者阶层所领导，大家知道后果是怎么样的啊？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工人阶级，它两个之间是一个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自然就没有社会主义，自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像我们今天说，没有资产阶级的领导，就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如果资本主义制度垮了，资产阶级自然也就垮了。那么，如果社会主义制度垮了，工人阶级自然不能当家做主了，也是散兵游勇了，是吧？也是被成为雇佣劳动者了。那么，当时在我国呢，主要存在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两个阶级，一个阶层，一个工人阶级，一个农民阶级，一个知识管理干部阶层。那么这30年努力的就是要把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变成一个工人阶级啊。我们只要仔细思考一下，这30年的所有政治斗争的一切内容啊，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走的，就上层建筑上。农民进行集体化，使农民成为除一部分农民被招入进入这个城市直接做的工人以外，还有就是对农村的生产关系的进行的改造，就是集体化，人民公社化，最后使我们的农民要变成农业工人阶级，同时也要改造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把他改造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让他有工人阶级的意识。
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思想意识。那么在文革期间，大家知道是吧？有工农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知识分子阶层是吧？在文革前期啊，有这么一个问题，是吧？这也是文革其中解决一个问题，用当时的话说叫防修反修是吧？那么文革期间，其实工农阶级领导一起，他主要要表达一个政治意念，这就是工农阶级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同时要表明通过缩小三大差别，使社会其他阶级阶层工人阶级化。工人阶级化。但是呢，除了农民，对吧？这个愿意进城市直接做工人以外，农民也不是特别情愿，部分农民成为这个就是对集体化的态度。实际上更严重的是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不愿意被整合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即便不愿意，但是在当时，改造和教育运动就是日常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这就大家说那个时候运动多是吧？这个运动来自哪里，多在哪里，对不对？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在这儿啊，就是把我们的很多干部、国家干部、知识分子的转化成工人阶级这样的意识。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这个过程呢，是因为国家使用强制力量进行的，不管你改造对象是否出自于自愿，不管这样，这实际上是国家强制力量，但是动员过程采用的是教育办是吧？而这个动员的办，它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强制力量，比方动员上山下乡，是吧？动员这个，还有让干部去无锡干校劳动等等等等啊，这东西都是这一个改造过程。我认为我们工人阶级没必要为这个改造过程对干部和知识分子抱有内疚心理啊，抱有内疚心理。当然，有些过火行为咱们除外，是吧？那么当时实际上要从一个整体上的一个标准来衡量，就是要让整个这个工人阶级啊要成为自维阶级，就不但要把其他阶层整合到工人阶级队伍中，而且要让这个工人阶级成为一个自维阶级。这个自维阶级就是自己能够掌控制度、管理制度。毛泽东很著名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但要让劳动者享受劳动权、教育权等等，还要管理国家、军队等等，是吧？大家知道，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样的一个整合的一个过程，这个努力呢，大家知道，就是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从这个华光峰时期，就基本上开始中断。这样的话，后来城乡资本开始生长发育，权力资本，所谓还有知识资本，就从中间就游离出来，知识分子是吧？有权力的人，就去发展资本，来获得自己的发展机会。这个问题我先说到这儿，对吗？还有一个我认为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值得骄傲的东西，就是三线建设成就。三线建设成就这个三线建设，无论从经济建设上，工业化建设上来说，是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成就。同时也大家也应该看到，从中国整个国家安全角度都是很有意义的这个可能有文章都露出过当时三线建设一共建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我们中国几乎什么东西都能制造，有了这个体系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材料什么长空铁路建设是吧？这都是这个时候的成就工业布局合理当然现在这通过这30年基本上三线建设，老一代工人阶级以及包括他们的后代，基本上都扔在山沟里，是吧？
由于后来教育制度资源的流动，使这个地方的工人阶级的后代也没有得到今天所说的好的教育制度、好的教育。哎，所以呢，引起了很多的问题。咱知道三线建设是大概从京九线啊，然后向西啊，向西，甘肃以南是吧？很多大型厂的，你要去搞调查研究，你都可以看到三线建设的成就。我们再说一下政权过渡时期，是吧？政权过渡时期就是华国锋时期啊。这个时期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工人阶级，由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变成了这样的话，这个话是报纸上当时大量宣传的：服从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变了是吧？由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变成为服从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在很多微观的场面，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服从党的领导就服从党的党委书记，是吧？这个变化是很厉害的。比方说，通过阶级四人帮啊，七六年、七八年两次肃清了左派的障碍啊，左派是造反派啊，甚至这个所谓的保守派啊，就是他们说的所谓的保守派，就是工人领袖，重要的主要工人领袖，不是投进监牢啊，就是靠边站，啊，同时也堵塞了工人的言论，啊，工人言论，工人说话就面临很大的危险，什么危险啊？危险就是会调离他的岗位啊，把他调到比较艰苦的、没人愿意干的啊，是地方或者是岗位。同时呢，以国民经济停于崩溃这样的一个说法来加强工厂专制。强调服从，实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哎，这个过程迅速地瓦解了工人阶级队伍，啊，使得越来越多的工人只关心自己的收入多少。当时主要的理由就是说，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那个时候还没用计划经济这个词，就是文化大革命导致国民经济，啊。陷入崩溃状态。那么这30年呢，我认为就这么个过程。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工人阶级由虚弱到强大，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才得以实现。当最后说无产阶级必须服从党的时候，必须服从党的时候，也开始了另外一种方向的变化。那么，如果从阶级意识的角度来讲呢？我认为这30年还没有最终形成自为阶级这个阶级意识，还缺一块东西。这块东西，我这后面30年要讲到。就缺对资本的认识，啊，对资本的认识。但是这30年，我想我们完全可以说，我们中国工人阶级是伟大。这个称号当之无愧。我们再简单的说一下后30年。后30年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是吧？我简略地说一下。马克思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这个话是这么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是马克思很有名的一句话，是吧？如果大家在有人在血汗工厂里或在哪个地方干过活，应该这一点体会的会非常深刻。但是呢，我们看一下改革开放的历史啊，尤其经历过的人可以想一下，改革开放初期，这个资本啊，
好像还表现比较招人喜欢，是吧？不是那么让人可怕，是吧？无论干知识分子啊，还是工人农民啊，都比较喜欢这个资本啊。实际上，在我看来，是我们工人阶级对资本这个东西还不认识。资本被别人描述成洋房、汽车或者更好的美好生活。那么等到后来呢，资本露出了他自己的本来面目的时候，比方说今天啊，那么我们一些人才意识到，这是资本对劳动者的有温水煮青蛙，一个很温柔的资本，很招人喜欢的资本，原来他是把劳动者煮了当了青蛙煮了，是吧？这很多人可能都听劳动者都会这么说，是吧？我们是被温水煮青蛙了，煮了青蛙。那么改革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变化。这里面有这么一个问题，是吧？中央党校有一位教授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个好像今年写的，说工人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军。工人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军。有人说，正好相反，工人阶级是反对改革开放的主力军。那么，这样就有人提出疑问了：如果说他是反对改革开放的，那么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初不反对呢？那么如果支持，又怎么个支持法呢？是吧？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三十年的一个总结。我们首先说，改革之初为什么没有反对？实际上是有反对的，实际上有反对的。大家知道，改革先从农村开始，是吧？然后吧，把我们的这个集体经济破解以后，啊，然后释放出所谓剩余劳动力啊，然后把所谓剩余劳动力变成劳动力商品啊，然后让它进入城市，是吧？跟城市工人这些所谓的拿着铁饭碗的人啊进行竞争，这实际上是对城市工人形成一种包围之态。大家如果仔细想一下，改革开放初期最难改的就是城市啊，提出一个政策推行不下去，提出一个政策推行不下去啊。你包括八三年的所谓严打啊，这实际上也是对城市，是吧，工人实行的一些恐怖。大家知道，八二年修订宪法，取消了工人罢工的权利和四大自由，强化纪律教育和法治教育，我们现在很熟悉。工会组织呢，基本上蜕变为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这么一个机构。今年好像变得更严重了，连这都不干。一个工会干部对我说：“说什么叫工会？很尴尬呀。”怎么尴尬呢？他用了这一句话，自嘲的说：“工会是条狗，挨打还得跟着走。”为什么取消工人罢工权呢？大家知道，罢工权是在毛泽东时代确立上去的。据总工会一位参与这次会议的说，当时的理由就是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明确规定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工人自己罢自己的工啊，这种话有意义吗？放在上面，所以工人罢工权就没有必要写在上，真不知道。我们再看看改革初期，从七八年以后，这个子女顶替就业，老干部啊退居二线，这个对企业的这个。影响也特别大，子女顶替是吧？大家都知道，上山下乡回来的是吧？那条路线不再走了，上山下乡回来以后，孩子
在城市里干什么？游手好闲，是吧？耍流氓，各种东西。83年严打过一次吧，就是打这就说打流氓了，那就是这不少游手好闲，所谓的是吧？没有工作岗位，是吧？那个时候的港台靡靡之音都也进来了，各种姿色积极的所谓的暖风吹进来了，吹的人迷迷糊糊，那么也有一些人对社会表示不公、不平衡，那么对社会个人对社会有反抗情绪，啊，出现83年严打以后啊，这个暂时把这个压下去。那么其中这个里面呢，国家采取了一个子女顶替就业制度，这个制度在今天看灾难性。灾难性，所谓什么叫灾难性呢？啊，了解国有企业的人知道，一个企业一垮，几乎一家全垮，是吧？几乎一家全毁，是吧？大家都走后门，是吧？当官的走当官的后门，出国留学或者是当兵什么东西，老百姓在工厂里走后门，就让自己的孩子什么进是国有企业进国有企业，不行了就办集体企业，进了集体企业，现在基本上这传承了以后都淹得差不多了。我们看一下一个数字。从78年到83年，5年之内，全国办理退休、退职的职工共有1200万，其中有子女顶替的就900万，可见80%顶替了啊，80%顶替了，顶替就直接进入他父母的这个岗位。另外一个就是干部年轻化。就老干部退居二线，成为所谓调研员，然后一些有文凭的、一些敢闯敢干的人担任了职务，啊，这个要是这个企业的老干部都很明白的，这个最后就腾开了位置，把这个老工人啊，一天嚷嚷的，阻击人家改革的一些人，通过子女顶替让你走，是吧？你退休。当时可能80块钱左右退休金全额发，哎，家里又有一个孩子能顶替岗位，你想那个时候为什么知识分子后来89年不平衡了？说是怎么的，是吧？不平衡了呢？这就是当时工人家的收入非常高，而且企业这个利用流程以后的发奖金也比较厉害。实际上当时社会最富有的除个体户以外，就是我们的工人，国有企业工人。而个体户他还没有我们国有企业工人地位高，是吧？政治地位高，是吧？所以当时这个时候呢，80年代初呢，我们的工人阶级地位整体上来看呢，是社会是最高的。姑娘不嫁大学老师，哎，嫁这个企业工人。那么然后呢，这些退休职工本来是对改革不满，最后。顶替了，这是一解决了家庭的头疼问题，因为孩子在街上耍流氓，是吧？再给抓进去，这麻烦，是吧？还有一个乡镇企业也开始发展，又到乡镇企业里面，这是老工人都有技术什么东西，又挣一份，所以有的出来还搞个体户，是吧？因为自己的技术，所以工人技术日子过得不错。我说一句不太准确，也不见也可能招骂的一句话，这个时期啊，有点这个。叫劳资蜜月期吧，啊，大家都高兴的事情，啊。84年最重要的工厂制度的变化，就是厂长负责制，把这个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责任制，改成厂长负责制，就是厂长拥有了13项重大权利。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中层干部任免，工资奖金、福利、基金分配，决定用工形式，可以制定企业的重要规章制度，可以奖惩职工，啊，包括奖励开除，那基本上成了一个企业的三长王，是吧？这个很厉害，这个84年这个制度变化很厉害，这是赵子阳当政时期第一次发下去。哎，把条例发下去以后，引起极大反弹、不满。表现突出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党委书记和厂长干仗，是吧？两个弄仗，厂长也就成了最大权力了。
过去党委书记最大权力呢，搞这样，啊，最后第二次又重新发布了一次条例，叫什么？规定党委是什么做舆论和思想工作的？这一下就把党委的权力，啊，实际上那个时候也适应自由化，什么什么这个的一些主张，就是，党组织退出企业了，是吧？党组织退出企业的一些操作过程。然后厂长有了这么大权力以后，尤其在东北，矛盾特别激烈，好多厂长被杀了，啊！但是也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武警部队这个特种部队就出现了，来保护改革。八十年代后期砸三铁，大家很清楚，是吧？什么干部的铁交椅啊，用工制度铁饭碗，分配制度铁工资，是吧？大家知道，把职工砸得稀巴烂，这干部几乎没砸什么，是吧？这个我都不多说了。到了90年代，我们疯狂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吧？大家都知道，全球化浪潮，大中型国有集体企业大规模实行破产，是吧？私营企业发展，然后挤压掏空国有和当场叫国营，国有和这个叫集体企业。同时，新的一个雇工队伍出现，啊，这个时候，这个中国原来老工人阶级队伍完全处于一个被动下风状态，嗯，紧接着在97年全面铺开的就是中日军时期3年搞好国有企业，实行企业改制并不复杂，就做两件事，一个叫产权置换，是吧？产权置换，就是不清晰嘛，把它产权置换掉，是吧？变成这个可清晰的啊，私人的或者什么股份的，是吧？还有就是职工身份置换，所谓改制就是这个，啊，我们再把它说的再更明确一点，是吧？改制就是把社会主义企业制度改成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啊，让生产资料所有权变成私人所有，啊，私人所有，或者是国家官僚所有，然后职工。成为雇佣劳动者，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政策，是吧？要建立劳动力市场，是吧？劳动力可以到市场上买卖，是吧？劳动力商品化。马克思不是说过吗？资本主义不就是两个主要特征吗？一个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一个是雇佣劳动制度。有了这两个，就确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大量企业改制，啊，腾出工厂土地。然后发展房地产，是吧？现在大家买房买不起，是吧？这都跟这个原因的，国有企业都给你，过去的马克思时代是工人破坏生产机器，资本家保护，我们现在正好相反，这个工人保护机器设备，保护工厂，那么是非法资本家、商人、官商勾结捣毁工厂设备，嗯，因为房地产是一个很暴利的产业，嗯，他们把工厂的除了一些有效的生产设备转移到农村，又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在那里建厂生产利润以外，同时把这一块地工业用地变成商业用地，是吧？发展房地产，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实行买断工龄政策，然后买断工龄以后，这些工人因为在企业里本来是很受委屈的，然后给一些钱，发现股市还不错，进了股市，大家知道几年以后全没了，是吧？银行、石油这些买断工人最典型的，大概2002年，我不是说中日机有意是这么干的啊，2002年左右，2001年、2002年买断，然后股市当时比较低位吧，啊，最后很快股市出问题。很多职工几乎被洗劫一空。那么在90年代呢，基本上就是资本进攻，工人被动防守，被动防守，就所谓的护厂运动，护厂运动我们经常听到，堵铁路是不是？同时呢，整个工人阶级队伍是叫队伍扩散，散兵游勇，散兵游勇。对不起，时间。
我多讲了，因为这个东西大家都很熟悉，是吧？也就是我的思路就是说，资本在增长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地位在衰落，是吧？在衰落，资本的力量远远都大于工人的力量，工人完全处于一个被动发生状态，就是一个领导想改这两个企业，几乎就是他决定，工人只有逼急了去堵铁路，闹一下事，抓几个领袖，然后，地方还是被拆了，过些年一看，那个新的房子就盖起来了。也有人把这叫新的圈地运动，是吧？中国特色的圈地运动啊，以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我们的工人今天处于这样状态下是直接同情的，老工人是这样，我们的新工人也一样，对不对？血汗工厂里面啊，但是我们最好辩证的来看待这个问题，这就是资本发展的代表啊。那么工人阶级队伍实际上也是在资本的对立中成长起来的，是吧？温室里成长不出来一个强大的阶级，强大的工人阶级啊，我们的工人阶级也是在寒冷啊和条件恶劣的条件下成长。今天那么也有公开的文章发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是，私营经济占63%以上，这是官方，这个政治发的文章，文件里面已经，这个学术文章已经公开提出来了，这就是私有制为主体啊、那么其中就业的70%在私营企业里，也就是说，至少我们不说国有企业实际上也是雇佣制度化的，工人阶级的队伍中的70%是雇佣劳动者。所以今天是个什么样的制度啊？大家可以去做结论。今天工人表现为最主要的特征，我们可能经常会碰到的工人啊，我把它总结为，不知道准确不准确，愤怒加绝望，这是我跟工人接触里面感受最深的一种情绪，愤怒加绝望。为什么愤怒呢？这大家都知道。为什么绝望呢？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希望着走向社会主义或者回归社会主义，他们越来越似乎看不见，这就产生绝望，是吧？当然，我想我们中国伟大的工人阶级啊，会提出自己的希望啊，会提出自己的希望。大家可能在这个什么，可能又有一个问题，说工人都老了，你说的这些老工人将退出政治舞台了，是吧？没什么用了。我认为这个观点多少有点想当然，想当然，做一些仔细的调查研究。比方说，通稿这次重大事件，领袖人物就是72岁的老工人，我可以说就是他发动的，因为通稿事件发生一个月以后，我专门去做了调查，用了5天时间。跟通稿的这个工人核心领袖，我几乎都见面。实际上，通稿这一次斗争，实际上是老中青工人整个跟整体结合，迫使对方投降，当天就投降了，当天不投降麻烦很大。本来想把我调查的结果单位给大家说一下，那么我简单的说两句通稿事件，这个我做的一个。时间很充裕，没事，你讲。不说了，不说了。那我可能还需要将近20分钟，对吧？好，我会把握好时间。大家看到，从通稿事件中，我们通过这个案例，我们能看到，这个在一场非常激烈的冲突中，老工人、中年工人、新工人是整合在一起了，各有分工。反过来呢，那一块呢，对立面呢也整合在一起，
他们两个进行较量。别看他们平常有矛盾，是吧？一到这个时候，他们双方都内部团结，都很好，啊，都团结很好。这是从阶级意识的时代啊，阶级意识。我常打一个比方，不要对我们的老工人失望，认为他们要退出历史舞台。我们的老工人的头脑，政治头脑水平世界上最高的。为什么最高？我前面讲了，正反各30年，哪个地方的工人有这么一个，是吧？我们自己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也能体会到，是吧？我们的成长成熟与正反经验的对比关系很大。我们的老工人的政治素质特别高，但是我们大家很关心，所谓老工人是不是有点年老体弱了，是吧？给我们给的一个形象就是头脑很发达，是吧？肢体有点虚弱，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再看新工人，是不是有点相反，是吧？年轻力壮，能打能斗，是吧？那经常你看沿海地带出现劳资冲突的时候，那新工人冲打得很厉害，但是每次都让别人搞得一塌糊涂，这就是他的政治意识与相对欠缺了。那么最后，我相信是吧？如果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任务的时候，他们会走在一起，是吧？我们的中国的新生的资产阶级，我印象中在20多年前，北京音乐厅是经常亏损，没人去听音乐，听音乐会。现在你看都爆满，是吧？20年时间，跨越了欧洲北面发展出来资产阶级的水平，能欣赏交响乐了。那我相信，有一天我们的新工人恐怕也能跨越北面了，完全可以。历史就有这样的现象。通往世界呢，我大致做个介绍。很多同事把它作为标志性事件，就工人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我看这个应该是这样。为什么会可能成为标志性事件？我想主要在这儿，不是因为他打死了人，打死人的事情一直在发生着，它主要标志着劳动者，就是工人对资本的一种被动防御向主动防御转化。我套用毛泽东一句话，分析战争中的战略，防御、相持和进攻，是吧？反攻三个战略的话，我把这场战争，阶级斗争的战争，我认为它属于防御阶段，但是处于防御的由被动防御向主动防御转化。过去搞企业改十几年的企业改制，我们的工人阶级几乎没有招架之力。一方面知识分子精英大谈这个计划经济什么什么的多糟糕，市场经济多么好，我们工人没有还手之力，没有还嘴之力。人家实行改制，我们工人没有防卫之力，只是逼急了去堵一下铁路，是吧？或者来上访告状，这种很被动的方式。现在变化了，所以我认为空港这个事件呢，标志着一种被动防御向主动防御的一个转化，这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成长过程表现出来的。因为我是搞工人网的啊，所以空港这个事件呢，我几乎发生了以后，我几乎很少睡觉那几天。因为他压力很大，我们工人网上这个帖子点击量压力太大，所以必须守护。但同时我也看到了全国各地来的工人，因为我是做编辑的，我能辨认出来你是工人出身还是知识分子出身，写的标点符号实用情况和用字词情况，我大致能做出判断。那么我做出来的一个判断就是说，全国工人的一片欢腾，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打死的太少。
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企业，紧接着叫河南那个临港啊，大家都知道啊，他直接打出横幅向通港老大哥学习，工人老大哥学习啊。另一个横幅是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我们的阵地，要当家做主。那个阶段，包括武汉锅炉厂啊，这我所能了解到的啊，因为我们工人网登了锅炉厂的一个帖子，武汉政府不断的要求我撤下来啊，警告我，通港事件知道吗？嗯，会引起我们武汉的不和谐、啊。我说你把工人的问题解决了就和谐了，我说你只有解决我才能撤你的帖子。我们再看一下，大家都很清楚，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全总发文了，对不对？全总发文，发文最就是逼的最后补了四个字：“哎，改制如果没经直代会通过，视为无效。”啊，视为无效，还没说怎么处置，是吧？只是视为无效。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主流媒体基本上没怎么报道吧。还有我知道，我去通港的路上，这个跟一个首钢的一个技术员在谈话的时候，他说他们第二天就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叫维稳会议，就通港事件的第二天。这是我亲自知道的。然后比方说江西省召开跟国有资产有关系的干部的维稳会议啊，比如这个事件，通港这个事件，也对这个政府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是我知道的两例。这个事件呢，我认为也对左翼的这个认识的转变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看好像左派普遍比较振奋。过去几乎都认为老工人将无所作为，我所了解到的一部分青年学子更加关注老工人，这是我看到这个事件引起的一些变化啊。那么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事件发生，什么都是有原因的。这个企业是2005年改制，是吧？改制。这个改制呢，是吉林省统一的部署，就是816家大中型企业全部实行这样的改制，通港得了奖牌，得了奖牌。在跟私营企业合资之前，有个瘦身过程，是咱们国有企业向来改制的一个，就是跟外资和私营企业合资啊，必须做的一件事是瘦身。瘦身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原来国有企业就担负着很多的社会职能。他要瘦身，就是把社会职能全部砍掉，所谓企业办社会，砍掉啊，然后现在剩下精良的是吧？财产，最有效的资产，人家私人资本家或者外国资本家才愿意合资啊。还有就是所谓甩包袱啊，把工人包袱甩掉，这就是买断内退这样的东西。那么通港在2005年跟建龙合资之前，先做了这两件事。通港大约400工人把将近一半砍掉了，买断啊，买断内退，让他们内退。那么当时呢，内退的工人呢，这个起初呢，我问了一些工人，他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是对这种改制买断极不满，但是建龙提出来合资的条件是有11个亿。资本的投入，还有一个就是带来新的民营经济经营机制。为什么呢？工人接受了他们这，我们宁愿牺牲，可以，你只要能把这个企业改好。因为这个企业从改制以来啊，从这么多年，80年、90、尤其90年代后期以来，管理制度各方面越来越糟糕，工人也看着这样下去也垮了。与其这样，
那么既然政府作价要把这个事情要企业要搞好吧，是吧？建龙私营企业信誓旦旦说要把企业搞得多好吧，也就这样啊。结果建龙进来以后，首先控制了财务啊。工人说进来以后直接收买了中层以上干部，给非常高的年薪，比方中级干部30到50万的年薪，工人把他称为皇协军，皇协军，把他们变成皇协军。然后建龙就控制了这个企业的财务，紧接着他就通过通港做抵押贷款，抵押贷款，把款贷上以后，又在吉林省的吉林市建设新的钢厂，一个新钢厂，但这个钢厂的全部所有权都是他的，抢70个亿。这是建龙进来以后所谓要搞好通港的其中一个重大措施。那么包括通港的中层以上干部都发现，这果然可能如姓陈的人说的，三年要姓陈，这个企业不行，要完蛋，要姓陈。所以由原来隐蔽的一些腐败的现象变成公开的猖獗的腐败行为。比方我举个例子，钢原料、钢铁废铁原料要，比方一部车30吨的，它要运进去，是吧？所谓矿原料称重过重，这辆车会有4张牌子，它会过4次，这就这么流失资产的，等等，很多都不多举例，就是任何一个人。只要自己手中我有权，一个检验员等等，都可以获得很多的，大家都不爱护这个工厂，因为大家都发现这个厂没多久了，就共同来毁灭这个。可怜的就是普通的工人，没权干活了，是吧？最后搞到停产半停产，最后搞到工资最低拿300，一线钢铁工人最高拿1200。那么也有媒体报道说，通港的工人工资平均4000，我也去调查了这件事，在港工人都说那是不错，平均工资我们都4000，这看来你根本不了解国有企业。我们是两套这个工资单，一套工资单4000，那个我们的私章不知有多少个都在我们车间主任手里，他随便盖，盖上报上去，平均4000，实际上的工资没超过1200。一线工人主要800到1200。那么当建龙发现很多的中层干部非常腐败的时候，所谓非常腐败就是这些东西他想占有，结果发现很多的中层干部也要占有，这样他把33名中层干部提前让他退休了，这样这33名中层干部也要准备革命了，要上访，要北京上访，也来呼喊老工人，因为老工人已经形成两个上访队伍，一个退休工人，一个内退工人上访队伍，也要跟他们合在一起上访。结果建龙一看中层干部掌握着可能他们的资料和信息，再接着收买，就是他们已经退休了，这个没办法了，没办法返岗了，因为退休买断内退的这批工人啊，正在闹返岗复工呢。那么如果这33名中层干部也返岗复工了，那工人自然也返岗复工，所以采取了办法，补贴的办法，副处级干部每年补贴6万，正处级6.5万，做了这样补贴，这样中层干部就又离开了工人的斗争队伍。那么这个企业直到这个今年3月份跟通港脱离，11个亿的投资都没进来一分，他采取什么办法？跟吉林省国资委重新签这个补充协议，但那协议后面不容易，可以用建龙自己在这个里面所占有的股份产生的利用来作为投资。哎呀，我就想吉林国资委可真替私人老板着想啊，
十一个亿一分钱没投进来，是用自己划拨的，就是因为我投资十一个亿，所以我股份占36%。然后我这占了36%嘛，那没我要形成利润，利润中间我有6亿多，我交了利润，就这么干的。最后由于全球危机以及我国的产能，这个钢铁产能过剩，从去年底开始出现亏损，到今年3月份亏得他们受不了啊。工人们说，他们这个时候发现担心陷在泥坑里面，所以赶快要走啊。所以这3月份，在这个吉林省国资委很体谅的情况下，2个月办了离婚证啊，解除了这种关系。有报道说，当时工人都挽留建荣要留下来，这是一种最无耻的谎言。实际上，工人放着鞭炮，工人没有能力赶走，但是他自己走的也很高兴，放着鞭炮庆贺。然后生产逐渐恢复，4月份微亏，5月份亏得更少，到大概6月份，就好像有的说4-5千万，有的说7千万，有的是1个亿的盈利，走的盈利了。但是到紧接着7月份，他们就来了，这个情况大家可能都了解，要吃回头草。这个回来这件事啊，确实是他们太小看这个通港的工人，因为通港的工人被他们欺辱得很厉害，在港的工人发几个钱他都得干活，发现这些人就是按他们这种干部说，这工人几乎都哪有什么工人阶级特征了，都可怜的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他退休的说内退的这些工人，你愿意上哪告哪告去，搞了3年也没有用，所以呢，我觉得这确实是长了他们的志气。在这样的情况下，7月22号又决定重组，这次重组更厉害，股份占了60%，什么投资都没有，就拿着从通港挖出来的71件的钢厂，拿那个东西作为自己资产，又进来占了60%了。看着，而且是看着盈利了，有利润可盈了。真说到这儿，欺我们工人阶级也太甚，对不对？根本不把工人放在眼里，根本不在乎。但是，原来通港最高领导层，就什么安凤成啊，就董事长，还有3个副总经理，他们知道通港工人愤怒可能有多少，所以当时签协议的时候，这3个人通通辞职。他不是高风亮节，而是不敢签，签了可能打死的首先是他们。即便如此，他们都要强行的兼并。23号，就有一个老同志叫老姓吴，一直上访。22号，他还在长春上访呢。据说上访部门那个人告诉了老吴啊：“你赶快回去吧。”老吴说：“不行，我这次非要要我说话不可。”老吴啊，你赶快回去，回去晚了都不行，是吧？那最后老吴好像听出点啥味道了，赶快跑回来。回来发现他们的钢厂已经让人兼并了。他在追原来的问题的时候还没解决呢，他们光说又让人兼并了。说23号，国资委主任在宣布这个决议的时候，他带着一部分职工就冲进去，据说吓得国资委当时就跑了，然后他们就追。找不着了，最后来个办公室主任说：“老吴啊，你算了，这事儿是吉林省做的决定，省领导做的决定，你能办过吗？”甚至还有人说：“这是后面还有中央背景，你能怎么的呀？”老吴，你赶快算了吧，你们几个老工人能干啥？老吴也非常恼火了，发现这么跟他们再谈话就没有用了，所以。他们就印发函单贴布告，要求第二天早晨8点钟
在通港办公大楼聚集，他要给大家要告诉这一件真相啊。他在贴布告的时候，后面的公安开着车一张一张的把他撕了。老吴起非常恼火啊，带着工人冲下去把警车包围了，说你个警察崽子，你吃着钢水长大，你要给上级领导有个有个交差，我这儿有没有浆糊的东西，你拿着去交差去，你还这么认真的给我一页一页撕，痛骂了一顿，然后警察也就走了。这个时候由于布告贴出来，传单撒出去以后啊，领导层也很紧张，召开紧急会议，让各领导去到各通知到在岗工人，通知到各班组，通知不要第二天早晨8点钟跟老工人，不要进老工人这些东西啊，远离这个地方，否则你的岗位就很危险。但是据工人说，他们的领导是这样通知的，明天早上那些老工人啊8点整在办公大楼前聚集，你们可不要去啊。那么在8点钟时候8点前老吴就开始演讲，大家开始聚集听他的演讲。老吴这个人呢很懂得有理有理有节的斗争手段，他就是告知大家。后来我问他的时候，我说你哪来这么个勇气啊，你当时很危险呀。实际上他说我不可能看着狼把孩子叼走，这个对他来说是完全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因为他几乎就是58年建厂的时候第一代工人，他知道这个厂怎么建起来的，跟他的孩子一样。所以他说他豁出命，他说他这次豁出命，但他也很讲方法演讲。在8点钟左右的时候，职工代表把他们的旗帜展出来，横幅展开，保卫国有资产，建龙拱出通港。这刚一展开，从办公楼里冲出警察，这个跟职工代表厮打，就夺旗帜，夺这个横幅。正好在接交班的时候，8点接交班的时候，这些警察被工人打进了办公楼里面。这个时候啊，据工人当时讲，横幅往起一展，整个就蜂窝炸窝一样。然后警察来抢这种横幅，那真是，所以必然遭打了。但这个职工代表呢，发现有可能引起冲突，所以他就开始收这个横幅，边收边喊不要有过激行为，一边有人家抓住罢了。大家知道国有企业改制这么多年都是政府，不是工人不想所谓政治化斗争政治，而是政府加以他们政治罪名，本来工人进行的是经济上的利益的斗争，是吧？而政府往往通过各种方式，比方不明真相的什么什么，就是鼓动一些什么这种政治语言啊。那么这职工代表他们也是很谨慎的，所以他收横幅的时候啊，结果收不下去了，工人跟他抢夺，他还不给，结果就卡着他的脖子，他还顽强的拽着横幅不给，最后被工人狠打一顿，打成什么样了？他还喊。他说我是职工代表，就这样都不行。这个时候工人就不认他了，为什么？就是我理解啊，这个时候谁抢横幅，谁组织我们拿着横幅走，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所以这个职工代表被肋骨打坏啊，低了半个月。我这去还见了他，其他职工代表不要让我问这个问题，说他不好意思，就是谁阻止工人这个队伍，谁可能遭打。结果工人抢夺走旗帜以后，直接进了工厂。大家知道，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相当于一种军事化的管理，你一般人进不了大门。你说你原来这个厂的老退休工人啊，都不可能进得去，您没牌照，是吧？所以老工人只能在工厂外聚集，他不能进工厂。
但是这些青年工人打着旗子就进去了，然后这些退休工人包括老吴，老吴他干完他的事呢，他跑到办公楼去跟警察和一些干部去抽烟聊天去，然后其他的职工代表赶快抢救他们被打倒的职工代表，游行队伍就进了工厂，过一个锅炉就一个锅炉，叫修风熄火。我专门还问了这个什么叫修风熄火，他说这样的，如果缸中的缸水不倒掉，如果那个炉子那个火不把它，就是就像我们自己生的炉子不把它搞好，造成的损失可能三个月都无法恢复生产。所以工人把这都处理好，游行队伍每过一个锅炉，一共七个锅炉，每过一个锅炉都把这个生产秩序处理好。据说在岗的工人还跟外面的职工代表有通话，问他说你们游行队伍什么时候到达呀？因为他不能提前把生产设备灭火了，他灭火了他就破坏生产，他等游行队伍来了以后迫使生产不得不停下。这听起来好像有点里应外合，是吧？后来直接工人很了解他的生产程序啊，他直接把运输铁水的铁路堵了，这下整个七个炉子全部停。然后据说大约在十二点的时候，这个上面下放来是暂缓执行重组协议，这个是由原来的党委副书记来宣布的。据工人说，这个描述准确不准确，听起来好像有那么点味，说他们的党委副书记站在小车上面宣布这个东西，刚把话说完就被人群用矿砖这个瓶子从上面打下来，钻进小车里面就跑掉了。有工人说，如果当初他不跑掉，打死第一个是他。矿泉水是哪里来的？说不知不明真相的汽车送来的。不明真相。尤其老工人呢，尤其强调了女同志。东北人把女同志、妇女叫老娘们儿，是吧？这次那老娘们儿可勇敢了。我说怎么个勇敢法？他说那冲在前面，是吧？矿泉水瓶几乎都是他们手榴弹。阻击武警啊什么的都是很勇敢。我描述了一个现象，就是一个女同志手中还捏着两个矿泉水瓶子，说我还有两个东西没扔出去呢，好像战斗也很激烈，打得很激烈。中午吃饭一共有六个食堂全部开工，不知道谁，没人组织，自动开工，大家都没饿着，上万人没饿着肚子。六个大食堂保证供应，这可能表现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吧。到三点的时候又来通知说停止重返，还是不行啊。也就在这个时候前后，大家听说这个陈国军在焦化厂，所以大家都到那儿去了，都到那儿去了，把办公楼整个包围。包围，这是传说啊，传说陈国军给省委书记王敏打电话，说快来救救我。王敏说你从上面跳下去吧。传说啊，这个无法印证，但是我听这种传说可能包含两个意思，就是陈国军跟省委书记关系不一般，那是肯定的。其次就让陈国军同志先做出牺牲。然后工人们说，环保警察搭着营梯三五次的想冲上去，都被工人掀掉。但也有工人通过自己的体会说，他们还是不是很坚决，就他们救陈国军的决心还是不坚决的。一推推一推差不多就走了。如果根据他们这个暴力组织，如果要强行就应该是可以救出来。我想可能警察也要考虑到自己的生命吧，是吧？在这个时候，在愤怒的工人面前恐怕不能过分勇敢吧。
上六点的时候又来通知说建龙永远但是意思就是永远不再重组了，永久性不重组了，就是接下来像发誓是吧，保证坚决不了，坚决不了。这个时候工人们还不敢相信，所以他们通过大喇叭，通过通港内部的电视广东播放这个新闻，最后说迫使他们盖了公章，把那个什么通告直接弄出来，这工人才相信，然后工人陆续就散了，陆续散了。有一妇女告诉我，她去看了陈国军，说基本上呢，这个工人形成一个在陈国军旁边形成一个半月牙形，一个保护圈，然后呢就是人流，就像瞻仰队伍一样。他说人太多，大家都走过去看一看。当然也有人说上去脑袋上给一脚，所以最后不是整个他的颅骨什么什么出血怎么死亡了，他把脑袋踢得太厉害。那工人那一脚一脚上去，踢上几十脚、一百脚，那也很厉害。这个妇女告诉我说，她在六点多钟去看的时候，说陈国军鼻子和口腔流出的血，然后剩下一大滩血。她说她看过的时候正好在倒吸气。哎，我说你这一说倒吸气，那你可能没救了吧？我说那你也没想着去救一下？那哪敢救？谁救会打死谁的？当时那个局势可能就这样。然后晚上八点钟，通港的这个夜空就是就是放炮，他按他们说比中秋节还厉害啊，持续的时间和规模啊。还有一个呢，就是饭店排队庆贺，这听起来像一场盛大节日。一个工人还告诉我说，老天都助我们，通港二十三号之前，这个事件是二十四号发生的，二十三号之前呢也是下着连阴雨，而且天气预报报二十四、二十五还有雨，结果就是到二十四号早晨体育厅了。用一个工人的话说，那一天呀天瓦来瓦来的，工厂的大门没人守，四个大门人流不断，是一场节日的气氛。为什么瓦来瓦来？一个雨过天晴，一个是二十多个烟囱不冒烟了，当然瓦来了。所以听起来二十四号这一天是通港工人的盛大节日。用工人的话总结说，我们打死的是陈国军，恨的是改制路线。这个总结听起来很深刻啊。就是我们并不是说真想打死这个陈国军，不要理解成我们就想杀人。打死的是陈国军，恨的是改制路线。还有对这一次暂时取得的工人阶段性的胜利，老工人的评价是，日本人走了，蒋介石还在。后面的情况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对吧？在十月十六号，说抓了一个惯犯，五岁的一个钢厂工人，说他是主犯，什么都承认了，是吧？然后有五个自首的，我电话问询问了他们，他们说职工代表里没有这个人，他们不认识。通港厂很大，几万人，不认识这个人，可能应该有这个人，但是不知道。还有关于职工代表呢，他们说这个职工自首这个问题呢，他们说这个当天把这个人抓走以后啊，他可能咬出来八九个人，然后被带走，最后作为自首，五个人自首做的处理，这可能也是为了处理方便一点，自首了嘛，自首不重罚嘛。因为我当时啊，事件发生一个月以后，我就问他们说，我说通港的这个公安部说要抓凶手什么，你们怎么考虑的？说什么哪有凶手？那要说是那通港所有工人都是凶手，
那也就是说，这矿业成功军也不是我们打死的，是我们是我们打了，最后政府没有及时救治死亡的。所以工人好像很自信，那你抓不到什么凶手，没这么凶手，不存在凶手，啊，但这个事儿这么处理了，作为说自首，有一位公子也说，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是保卫国有资产，对不对？我们来消灭侵略者，就把他们把那个看成侵略者。我们有什么罪？有工人打比方说，那日本人鬼子进来说建东亚共荣圈呢，他进来干什么来了？然后中国人民反抗他，打死了他，你说中国人民还凶手吗？这都怎么？我看职工有他自己的理解，是吧？这个世界最后由一场私有化反私有化斗争，可能他们要把它变成一个刑事案件来处理，是吧？这个可能情况大致就这个样子。我最近听说呢，这个吉林省委书记王敏说要调到辽宁当省委书记。吉林省委书记王敏提出了一个叫长春图发展战略圈，长春图文化，长期图化及吉林市可能什么什么全战略形成东亚什么战略，然后说好像要调到吉林什么的，还有就是说听说通港，可能比首钢或者是鞍钢要建立，这可能是工人愿意，老工人跟我谈这话时也很喜悦，希望国有企业建立，而不是希望私有企业。那么那个河南的临港呢，就是因为私营企业建立，发生很大的冲突，把国资委副主任。濮阳市国资委副主任不是扣押人质90多小时吗？最后徐光忠，省委书记徐光忠争取批次，那么解决了这个问题。最后比安阳钢铁公司所建立，这是工人所希望。大家可以看出来，工人不愿意让私营企业所建立，宁愿让国有企业来建立，这反映了工人的心态。未来我想对我们的工人阶级成长是个很有意思很值得观察的一个过程，无论老工人的成长还是新工人的成长，是吧？资本主义危机再进一步深化，是吧？更多的工人阶级希望社会主义回归，是吧？我跟很多的国有企业工人接触，他们几乎都是异口同声的毛泽东思想，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解决中国问题。好，我简单的先做到这儿，这个报告。非常感谢这个张老师做的这样一个很精彩的报告。我觉得这里边既体现了这样一个理论的深度，还有这个历史过程的这样一个梳理，还有对这个典型案件的分析啊，是我们对这个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啊，中国工人阶级走过的道路和目前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的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那么我首先向张老师提个问题啊。就是当中我感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从这个人类社会进入到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阶段以来呢，就是我们发现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呢往往会很缅甸的相处方式啊变成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反过来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很难通过很缅甸的方式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当资本主义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资产阶级它往往能够拿出一些有力的措施出来，就是有时候是积极支持像希特勒或者皮诺切特或者斯拉多什这样的人物上台。那么我们感到这个，但是在这个当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而有一个演变的趋向的时候，最典型的比如像苏联是东欧啊，我们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工人阶级呢，往往就是没有什么更有效的这个政治行动。那么你认为这个原因是什么？什么原因？好，这个问题，郭老师这个问题也是很大很难的一个问题啊。前面那个问题呢，为什么社会主义容易演变成资本主义？除了它比较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比较幼政以外，是因为社会主义内部啊，政党中这个敌人不少，是吧？这个
尽管他宣称他搞社会主义，实际上他很严重的私有制心理，是吧？那我们很少看到美国国会里面有共产主义者，所以在美国国会里面，通过美国政府演变成社会主义，结果我们看不到这种希望，而社会主义国家通通都有可能演变成资本主义，啊，这就是毛泽东提出反修防修的问题，啊，反修防修问题，国家政权。那么要防止社会主义出现这样问题，必须还政于民，尽快速度的把权力交给人民，哎，权力交给人民，让全民武装，全民武装，然后按列宁说的，就是让国家尽快消亡，因为国家机制这个东西，马克思说过，是我们从资本主义社会继承下来的一个坏东西，哎，这个坏东西，如果少数人掌握了国家机器，哎，他就可能通过这个国家机器，向资本主义制度演变或其他法西斯制度改变，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刚才郭老师说，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演变都如此之快，是吧？这个确实是与各国家的工人阶级队伍的成熟度有关系。第一次掌握政权，我们的劳动人民啊，第一次站起来来管理一个国家中庞大的机器，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过程都是以党的名义进行演变的，就是以党的名义。所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着重，现在我们听这词太老了，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修正，就实际上就是在这社会主义党里面的高层里面的叛徒，在这个帝国主义体系里面，他充当了叛徒以后，他必然最后把这个国家引向，你看戈尔巴乔夫那样子，是不是很像叛徒啊？是的，他那个样子都像什么？像叛徒，对吧？那其他国家的演变的都差不多，对不对？而且叛徒还有一个特征，一旦一投降就没骨头了，我们都可以看出来，是吧？你让他再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你就别提希望了。这种叛徒，他从骨头里面就是这种东西。他血液里流的都是叛徒的血液，所以呢，这个，我就简单的回答一下郭老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很好回答的。咱们的管理的问题，还有怎么防止这个官僚腐败的问题，因为我们企业拿到手以后，我们怎么管理、怎么发展，这可能是资产阶级现在就是。跟我们斗争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难题，就是你为了上那个建国大业，提出说你们不懂经济，不懂那什么经营，这个他们提出这个东西，而且肯定说在穷人之中也挺杀伤力。这个问题好，他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有一个好例子，就是通港的一个例子，我能给大家举一下，因为涉及到管理制度问题，我去跟通港的一些在职的还最近干部在讨论一个问题。24号，我说根据我所了解到的，24号几乎是一场革命，通港的革命，为什么？从董事长到副总经理全部辞职，没官了，群众全部动员起来了，提出了除了一个目标，建龙拱出通港以外，能不能提出来我们民主选举、工人生产自救，是吧？由工人阶级管理工厂，这是我认真的在跟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提出来，在座的几个人都很尴尬，就是他们经验上，我后来我才知道，经验上觉得这不可能，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多少听起来有些书呆子味道。后来我们通过讨论，我才发现总结为这么两条。一个在岗工人一直在跟我谈这件事情，他说啊，你刚才确实还不了解国有企业管理制度。他说我告诉你。从叫三级管理制度，叫厂长、车间主任、段长三级管理制。说这个三级管理制啊，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形成的，长期形成的，他们这个关系网络特别紧密，就上面没主要领导，他自动也能运行。他们互相，比方说我这个车间，我有一个哥们，我想安排一下，我不能在这儿安排，那么你那儿就能安排。也就是他们总结说，今天这些。厂长、车间主任、段长，这话也许绝对了，但是他这么说的，你不要理解成他什么科学管理，什么现代化管理，
就是黑社会家里帮主的。我告诉你，根本谈不上什么管理制度问题，而且它长期形成一个紧密的网络，董事长、副总经理都可以辞职，他照样可以。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喊一声，我让民主选举整不成，那不我就惨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岗工人没有组织，我们今天通岗的在岗工人没有组织，也甚至没有主张。过去毛主席不是通过陈独秀那个错误路线总结出来，工人阶级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立性和主张嘛？我们的通岗工人没有自己的主张呀，就是愤恨的、愤怒的、爆发的，他没组织、没主张，这是一。第二，他们说这个国有企业啊，这么大一个国有企业，就算是我们工人把它选举了、占领了，好了，这一下政府说好，你既然占领了好了，你背的那100亿的包袱贷款，你什么东西？银行这个时候平常可能不来找你，就是现在，因为它属于国家国资委的什么东西，银行他们一家他都来找。要工人阶级自治了，贷款赶快还，逼死你吧！自来水公司来要水费，环境污染的要污染费，电公司要电费。这就我们在谈的时候，我就发现工人就这么说了：你最后会吃非常沉重的包袱，然后这几万个工人啊，最后把你打死，把你呀、选出来这样的领袖再打死。为什么你办不到？这就是说，实际上这个话里面隐含了一个工人阶级不可能一场一池取得胜利，只有是吧，整个阶级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您代表工人阶级的心声。我是某集团大公司的一个曾经做过调研员，管处级以上的干部，也是代表着集团当中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所以我给您补充一句话呢，就是当时说大炼钢铁的时候啊，把锁都给打走了。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当时北京的情况是什么呢？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用锁门，没有锁。第二，告诉年轻在座的年轻朋友们，我们工人阶级所关心的是你们这代怎么办。当时我们这一代毕业了中专生，32块钱给分配工作，大学毕业40多块钱给分配工作，到工作以后有宿舍，结婚给房，媳妇儿在农村给转过来，给房子看病100%。现在我们工人阶级所关心的你们这一代怎么办？怎么办？这是我们要关心的事。你们毕业了就可能意味着失业，这个跟毛泽东时代就是大不一样。赵老师，我提一个问题，希望您帮助大家再做解答一下，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这帮年轻人怎么办？谢谢您。这个年轻人啊，我这么多年确实还打交道不少年轻大学生、年轻人，有一些我自己有个感想。我认为呢，这个年轻人，如果要想有一番伟大的成就，我请大家去多接触工人阶级。我们大概的农民也变成新工人了吧？我们还有老工人嘛，多跟他们接触。为什么要多跟他们接触呢？因为我认为，未来中国社会，要么是大官僚资产阶级统治，要么就是无产阶级统治。我认为就这两条路。我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做出成就的可能性很大。包括周边韩国的和印度的朋友跟我谈，我们也在等着你们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你中国有优势、有传统。那我们的年轻人，我希望去接触工人阶级，去干什么呢？第一，我认为把姿态放低一点。毛主席说：“做学生干什么？你很有作用，你的作用就是小蜜蜂的作用，
别太夸张自己的能量。一个向日葵没有蜜蜂传花助攻，可能也正结不出籽，但是正在结出籽主要还是靠向日葵，对不对？但是以传花助攻也很重要，去多跟工人把各种案例各种东西，包括他们写东西啊，其实工人写的也不错，但是自己有点信心不足，觉得自己不是知识分子。那么你既然是知识分子呢，你去梳理一下他们的信息，说写的不错，我给你稍微修改点字，然后说能不能够发到网上，一个网上去轰一轰，是吧？做小蜜蜂的工作。哎，我劝大家先摆这么一个姿态。第二，不要读了两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或者网站上看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就觉得自己懂什么社会主义。我认为什么叫社会主义，一定要到老工人那儿去问。当然老革命啊，老干部也应该问，但最好要问老工人，因为他们干过社会主义，那个社会主义就他们干出来的，他们有深切体会的社会主义，不是书本上抽象的教条。所以啊，我要自己希望呢，我说青年要有所作为，还是那句话，跟工农相结合吧。行不行？就说中国那个东部沿海，就是招商引资，还有一些私营企业，它新生的一些工人是完全可以说是跟中国以前的国有企业那些体系是，就是没有什么联系的。这一些工人，他们里边没有老工人。而那个通钢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通钢它是中国以前的国有体系里面的企业，它存在一个天然的老中青工人的一个结合，就存在这么一个条件。而在就是这些新鲜的工人群体里面，它没有这一个条件。您认为这个如何使这些新鲜的工人阶级与老工人相结合？我试着回答一下。首先我认为这个问题，你刚才因为谈工人阶级中的两类工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就要有个大视角来看。首先要大视角，不要放在一个工厂里看，放在一个大视角，放在一个什么大视角？放在一场阶级搏斗的这个角度来看。一场阶级搏斗，我不是刚才讲通岗是吧，当官的和有钱的，他们为了弄工人，他们团结得很紧密，然后新老工人团结。那么实际上也是一样，从国家大视角来看，尽管所谓官僚资本和民营资本之间有矛盾，今天吵吵嚷嚷，尽管老工人和新工人之间有矛盾，也会有吵吵嚷嚷，但是当有一天这个阶级矛盾之间发生了冲突，他们双方都会建立自己的队伍，联合自己的队伍进行对抗，因为谁都会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一种阶级意识啊。这个时候呢，我就说我们的新工人有可能五天时间、十天时间跨越100年的意识型的成长过程。那这个革命领袖都讲过是吧，一场革命能够使人的飞跃多少年，思想飞跃多少年，都有这个道理。另外呢，就是要看到这种阶级矛盾的深化过程，这种过程会教育我们的新工人，教育我们的新工人。你比方说我碰见一个新工人，把通稿我编的这本书给他看了，哎呀，他看了以后还是老工人厉害是吧，就凭他这个认识，他这一点，他说这事我们可能干不出来，那老工人就胆子大，他能整出来这事是吧。为什么这个政府领导上到省委书记都害怕这通稿工人，我们就不会，这我们就是跟保安斗，跟资本家斗，就他能意识到这些东西，所以他会向他们致敬和学习，对吧？然后呢，就是要看到这个阶级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继续深化，我认为是必然要深化。随着他的矛盾深化，我们的无产阶级越来越无产阶级化，原来的幻想会被剥掉。这个过程中会推动我们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成长。你比方说，现在我们很多的农民工啊，产生各种各样的幻想。我不愿意，我绝不会愿意在铁杆工厂里干10年，我就干2年3年就行了。结果他辞了职跑了，最后还没有出，还跑到铁杆工厂里，对不对？他反复通过他的训练，他最后又产生工人阶级意识。今天我们的农民工好像意识不很强，什么叫意识不很强呢？人家没有给他发工资，他就求人家，求资本家
哎，几国发展公司，几国发吗？然后通过一种，各种各样的办法，逼急了以后我捅你两刀，是吧？就是还没有新工人还没有找到团结这个思路，还是一种个人反抗行为，要么我个人去求你，要么我捅你一刀，对不对？搞死你，我泄了气，自己最后也被人枪毙掉，是吧？那我们的新工人也是在这个斗争者的过程中形成一个团体意识，这种意识将在下次冲突中会由于老工人的存在，只要我研究过深圳的同样一个工厂里面，就私营企业里面有老工人，有那个下岗的什么去的，他最后那个斗争那个组织核心就是那个老工人，就年纪大的，他那个是主人意识，他那个政治意识水平较高，这两个最后会走在一起。我相信资产阶级会不断的培养我们无产阶级越来越有觉悟。